所以，台长告诉大家，要消除烦恼，几个比较好的方法教给大家。这也是师父在啊，这个马上就要迎来新年之前呢，给你们的一个、啊、一个礼物吧。首先，对外面来的干扰和烦恼，还有一些辱骂啊，让自己非常的不开心。 用什么方法呢？学会用自己的内心来回答。内心回答什么呢？比方说，人家说你这个人啊，这个人真的是很坏啊。你这个人啊，怎么怎么怎么讲你不好？你用心来回答，观世音菩萨，我对得起他的，我真的没有伤害他，我没有做错过不好的事情。这样，你内心将所有的别人。 外界对你的烦恼和影响，你已经在心里全部回答了。那么，你的心里一切都结束了。所以，人间烦恼会随着你的内心的回答而像把烦恼像垃圾一样抛开你。你抛出你的外心，把心就抛开，然后将回答的意念存在你的心底。 所以，当别人再骂你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就自然的有一个正能量的声音出来。比方说，别人怀疑你偷东西，你观世音菩萨，我没有偷东西，我真的没有。存在心里，你回答了，你就不会烦恼了。然后存在心里，你的正能量就拥有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用自己的内心来回答别人给你找的麻烦和烦恼。 另外，让自己的心非常重要的就是想象明天我将要做到很多好事情、开心的事情。这样，你回想过去任何一个令人开心的时光和事情，你的心中也会充满了正能量。所以，当一个人烦恼的时候，你就想：我明天、后天还有很多好事情要发生，很开心啊！ 对不对呀、啊？那就越来越开心，是这个意思。还有呢，要懂得要有感恩心。当你受到委屈、愤怒的时候，你不要难过。你委屈，你很愤怒，你心中要感恩他，感恩他给了我啊一种啊境界，让我能够把恨心放下，因为我没恨他。 感恩菩萨，啊，能够让我懂得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烦恼心，让我懂得把自己心中念头不好的念头全部扫扫光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正能量慢慢的就会在心中长存。如果你心中烦恼、忧郁、难过，不能。 在一个星期当中全部扫光，这些烦恼就会像毒药一样长存在、残存在你的内心。我们说会进入你的八十天中，慢慢的你就会积累成病。所以生病的人就是长期的啊难过、生气、想不通，他慢慢的就得胃癌啊、肠癌啊。 所以说，人家说“肝肠寸断”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希望你们要学会远离人间的烦恼，啊，因为我们人这个情绪它有个框架，这个框架呢，这是烦恼的框架，让你烦在里边出不来。学佛的人因为懂得今天所有的不代表明天拥有，所以呢。 一定要懂得，今天我们要消除业障，消除烦恼，我们明天会过得更好。